承接翻上一次个动作完成嘅时候个状态系咁样样嘅，双脚微微打开，手亦都系咁样大自然咁打开啦。好，今日嘅动作第一个步骤，将我哋嘅右脚先啦，放喺左脚嘅后边，右手提起。然后左手拉个身体落去 ，stretch， 好啦，这个动作记住，我哋条腰千祈唔好咁样歪咗，我哋由小腹以下嘅动作要保持住垂直，手往上，左手施压，咁样去扣手腕做。可以，或者左手咁样揸住个手腕做都得。重点系我哋嘅意识用手踭往下压条腰，小腹以下嘅千祈唔好歪得太紧要咁样掉咗出去，保持住垂直。咁你会感觉到由呢一度啦，同埋右边身成组肌肉就会拉得好，会有一个好强嘅。会有一个好强的拉扯感觉了。好，忍耐一阵，保持住呼吸，然后左手首先放松，打开脚翻翻去，之后另外一边，左脚放在右脚的后面，左手升起，右手扣手腕，手踭往下压下去，然后伸展你的左边身，保持住五至十秒，呼吸好重要。记住，小腹以下的身体不要动坏细度，然后右手放松，左脚打开，双手翻返去最初的位置。然后再做多一次我们上集的第二组动作，首先是逆时针，右手带动，视线望住右手转，左手上，好，翻转头，左手转，右手上，好，今天的动作完成。